大家好，感谢大家对光阴宝贝儿的支持。今天呢，和我一起来猜一猜这些奇趣蛋，看看都有什么奇趣蛋呢？有《冰雪奇缘》的，小熊维尼的，还有《汽车总动员》的，还有呢，骑士的奇趣蛋。好，那这么多蛋，这里头呢，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呢？让咱们一起来猜猜看看吧。好，首先呢，咱们来猜一个骑士玩具蛋，看这个是骑士玩具蛋，让咱们打开看一下。非常的紧，咱们拿来剪刀剪一下。包装的太结实了，好，咱们打开看一下里头有什么呢？哦，有糖果，哇，有两袋糖果，哦，还有一个两袋好吃的糖果，还有呢，哇，这个是一个黑色的什么呀？哇，这个就是咱们的玩具，咱们来看一下。非常大的一个玩具哟，看这是恐龙吗？这是一个拼装的，它的尾巴。这个呢是它的翅膀，哇，它也长翅膀了，看来是一个飞龙。尾巴掉。拼好了，真的是一个会飞的飞龙哦。看看，哇，看他的眼睛亮亮的，黑黑的，多吓人呢！这个尾巴朝上，这样就是更漂亮了。好，哇，骑士里头呢，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飞龙。好，咱们给它放在这里。那接着来猜下一个蛋，《冰雪奇缘》的，看看《冰雪奇缘》里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的玩具。这个是《冰雪奇缘》里的粘画、粘贴，还有呢，人物，这里所有的人物可收藏的贴纸，还有两袋糖果，哇，每个里头都有两袋。看看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《冰雪奇缘》里的那个公主。他叫什么呢？是不是叫艾莎了？对，好像是艾莎公主，是不是？
一个好看的公主，就是有点小，特别小。再来猜猜这个维尼熊的骑士玩具蛋。维尼熊跳跳虎，这个呢是米奇妙妙屋里的，对不对？吃的糖果，然后呢，也有这个图案，还有呢粘贴，哇，是小维尼熊。看这里的玩具是怎样？这是这个玩具，这个是一只什么呀？马呀，还是驴呀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呢，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好，咱们给它放在这里。接着来猜最后一个喽，看看最后一个这里头是什么？这个是《汽车总动员》的，《汽车总动员》里的玩具应该是很好的玩具哦。哇，看看。都有这么大的糖果呀！哦，这么大片，这个是奶片儿啊，还是什么呀？一会儿咱们打开看看。哦，这有一个闪电麦昆，它的粘贴。哦，这个里头呢是给咱们的玩具有这样的闪电麦昆的，还有呢这样的小车。今天得到的呢，就是这个。咱们看看这个玩具是什么样。咦，这里有绳，悠悠球是吗？对啦，这个是悠悠球。这个咱们给它缠一下。这个呢，没法给大家演示，因为它需要很长很长的东西。拎，这个没法给大家演示了，大家就看一下，这个是悠悠球，上面呢有汽车总动员的朋友。这个是86号，86号是谁呀？汽车总动员。哎呀，好了，今天这几个蛋呢，咱们就给大家拆完了，看看得到了四个不同的玩具。有闪，有汽车总动员的，有个大恐龙，有冰雪奇缘里的，还有小维尼熊里的，小熊维尼。好，今天这些玩具呢，大家喜欢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好玩的礼物。这还有一块大糖，这个糖好不好吃呢？让咱们来尝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奶片呢，还是糖块呢？哇，这是汽车的形状。这不是奶片。
酸酸甜甜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喜欢我们的就请订阅我们，我们是光眼宝贝儿，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惊喜，不同的玩具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